抬起头，青山绿水并肩，萦绕阿妹的笑脸。
time.
视频呢是去年的五月份我们来拍摄的，现在啊已经建好正式通车了。因为这个地方是云贵川三个省的交界处，所以平时来这里玩的人也比较多。这座大桥修好之后变成了一个很好的观景台。